先给市长拿着看一下。还卖盆呢？是我们家的，过来过来，可以可以。拿到了呀。同事才会稻田的活动嘛，这个活动已经是行之有年，每年都有不同的图案，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全台湾各地彩绘的活动，这个如火如荼，好像每个地方都有。现在已经要进入二期稻作，已经开始插秧了，所以我们今天，其实也要做一些插秧的活动的动作。这对我来讲是有点难啊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要体会农夫体会农民在耕田，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。